大家好，呢个系我嘅91年嘅 Carrera 4啦。咁啊，第一次上嚟珠海玩呢个 track day 啦，咁玩咗成朝就终于感受到风冷引擎嘅味道，同埋知道点做争子啦。咁今日暂时做出嚟嘅时间系2分11秒啦。咁啊，都仲有啲好大嘅进步空间，不过好满足嘅。多谢大家。Hello， 我系 Charles， 今日我揸呢架系 Boxer GTS。咁就係第二次落嚟 track 嘅，咁基本上保時捷就好簡單啦，唔需要特別準備啲乜嘢，就隨時都可以落 track 噶啦。咁同埋比較 reliable 一啲。但今日覺得好好玩，因為乜車都有，唔係淨係波子。咁當然我自己最中意係揸波子啦，點踩佢都得。但係同埋今日最開心咪識到大家車友啦，咁啊難得一齊玩，咁啊希望下次可以再同大家再嚟過。依架係2013年STI Type RATS 嘅。咁啊，喺日本限量300架，咁其中100架就有可以裝呢個扭玻璃嘅 package。我嗰裝最主要係換大啲個 turbo 啦，咁啊將個尾段個馬力提升。因為原裝 turbo 咧其實個發力點喺2500轉到6000轉咁上下，就發覺6000轉打後就即係冇力嘅。咁啊，因為日版嗰個 EJ20 嘅特性咧，去到8000轉，咁啊想換大啲啲 turbo， 將個扭力同埋馬力啊寬厚啲，咁啊喺操縱上發揮得好啲咯。話喺珠海就 mini 就唔係太夠適合嘅，因為始終 CC 細。個速度感就會爭少少。第一就係避震先啦。避震就用咗 KWV3 啦。咁塔頂配合就會用咗 Cup Sport， 都係同一個品牌。就因為臂力唔夠，相對就換咗 AP 嘅5000加。左四氣喉啦，就用咗美國嘅 Q300 四氣喉。咁另外就配合就用咗換咗 Fortune 嘅 Intercooler。Intake 是依個希臘嘅品牌啦，DGC mapping 啦 ，mapping 用緊係 SKN 牌子嘅。另外就換咗快棍，配合上波啊、落波啊個速度啦。咁油門啊、配搭啊，就另外用咗啲 racing 嘅腳踏啊咁樣啦。咁就同埋增加體感啊，用咗 OMP 嘅體環。